three. 见过一下，这整段表演最爽的是哪一个 part？ 我觉得应该是 solo 的那一 part， 就是每一个女生你抱一男尬三女的这个桥段。对对对，而且这个动作，我跟你说，昨天这个动作就他在我身上往下，这个是他昨天加的。你加的吗？本来不是这样，那原本是什么？本来就是叫就是哦，也是一样是手，没有让你示范。鼓掌。你好，来，现在台风拍手复活了，多少粉丝啊 ？Instagram 是50万，55万，比你多很多吧？多大概也不多，大概就5倍啊，对。接下来欢迎到下一位 coser 千寻，哇，太棒了！李维峰，请鼓掌。你好，来，现在外面的朋友来，跟我喜欢的朋友来，我就想说今天怎么还没有一个性感 coser 出现？鬼面之刃里面那个最新一集那个秀，不是秀，练素啊，阿许来，他也是秀，他的全名叫甘露寺蜜梨。OK， 来，请过来，请过来。你很厉害，李维峰拍手复活了。你应该很多问题想问他吧？蛮先，你们先问。你问来给你。来了，问一个了。请问你这个衣服是手做的吗？不是。不是。对，自己剪的吗？没有套保暖，他的全名叫甘露寺蜜梨。OK， 来，请过来，请过来。你很厉害，真的。李维峰拍手复活了。对，是50万。55万。55。哇，好，应该比你多很多吧？多大概也不多，大概就5倍啊，对。哇哦！哇，所以这是你最性感的一个角色了吗？不是，哎，这是普通。这普通？这是。我想问，他走在路上，那你这样走在路上，你说你刚这样坐车来的吗？我刚坐 Uber 啦。哇，穿这样，真的司机有没有什么危险啊？九零。啊，我超喜欢九九的。哇，九九迷。九九是哪？石之海，对不对？这一篇。对对，是石之海。我真的。好窄啊！在这个哇，他全部都是走比较傍晚尺度大一点。你现在怎么画家是开了？不是，我现在只是不是慌了，我现在是有一点兴奋而已。哎，你们哪里去找到这么小的安妮啊？我们把它 PS 变小了，所以它是大的啊。对，它跟比我高。安妮亚比我高。然后那个黄昏也是真人吗？对，黄昏是我就是 YouTube 频道的，就是 partner 这样。哇，你为什么不找那位先生？因为他是傍晚啊。你要找的是黄昏的，对吧？就不同人，不同人呐。哇！
我最喜欢的角色。对，这也是《鬼灭之刃》上一季的吧？那个什么舵机，舵机，舵机，舵机。哇！刚刚你坐 Uber 来的时候，那个司机有没有一直偷看你？暴雪迷豆子。我其实都不敢看司机的脸，我不是怕他觉得我很怪，我就会摸摸滑手机这样子。所以你常常装法完以后坐车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因为这样比较方便。也不好出去再弄嘛，不然东西大包小包的。对，就是在家里用好事，但是是因为我现在开始有赚钱，我才这样。之前就是比较穷的时候，还是坐大众运输。你说你现在有赚钱，是你有做什么工作现在？哦，就是我其实我一开始也是一般的coser，就可能一个月就会拿点零用钱去花，然后后面是这大概五六年吧，才开始做什就是有赚钱这样子。对，做什么赚钱？卖写真，然后参加国外的活动。国外的什么活动？我像我今年的话，你一直讲话很就是很闪避，对对对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没有，你去国外到底做了什么事？就一些活动嘛。不要这样。没有啊，就是我不会去参加游艇趴，不是啊，就是今年的话是七月有香港动漫节哦，然后你要去那边出席，出席会被邀请去。对，他们就是会请一些可能国际上比较知名的 cos。45岁的女人是很懂世故，也没什么生活情趣，都老了。才老，他跟那个25岁就是不一样啊。我觉得男人真的很可恶哎，你女人也很糟糕啊。赵哥，对你来说，45岁的女人是不是就是有点太成熟了？45岁哦，应该说45岁的女人是很懂世故的。那基本上脾气也不像年轻的时候那种20几岁的那么稚嫩了，但是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也没什么生活情趣，都老了。哪有？这才是老了！他跟那个25岁就是不一样啊。怎么不一样？不一定。35岁还是不一样啊。赵哥45岁也是可以很有情趣。45岁多，尤其是我们这种，拜托，很会弹舌。认真讲男人的观点，认真。我觉得男人真的很可恶哎，不是男人可恶，哎，你女人也很糟糕啊，你是干嘛？女人总糟糕在哪里？我的意思说，男人哦，因为女人就可以接纳说比我们大15岁的，对呀。我现在男人的位置就是一定要年轻，年轻，年轻。也不是这样讲啦，只要我们都保持那么好，又有情绪，又有能力。好啦，你们很棒，很棒，好好好好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，没事没事。国外就是有西方文化思想的，所以45岁怎么样？我觉得很棒啊，好难说。我觉得，而且就是45岁啊，就是不会像同年龄的会给你一些很奇怪的一些想法，说哎，我的同才都怎样，我的同才怎样，因为45岁都看过了，那他也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他知道你会经历什么，所以他可以教你很多你可能不知道的东西。